这个呢是一只就是体型有点肥瘦的一个鸽子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是梅格华，是梅格华，可以吧？可以可以。想学吗？想学吗？不想。你醒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这次桃花坞的新屋民。今天搞这个小课堂呢，主要是因为之前我是学美术的嘛，然后今天就邀请梦姐来当我的学徒，我来教她画一点点简单的简笔画。嗯，行，那我们开始了，请吧。今天第一个小环节呢，就是一个一笔画。行。孟老师会画鸟吗？那如果让你一笔画，你会怎么画呢？不会。如果你试试，这真不会，想象不出来。今天我就教你这个简简单单的这个东西哈。我先画一遍哈。好。是体型有点肥瘦的一个鸽子，壮鸽，壮鸟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学会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我们再教你一遍。啊，你慢点，这样停。先画一个三。哎，好。There was once a day that I would pray for you. I'd go and misbehave just so you'd notice too. Sneaking looks up and down from across the room. Damn, what a hell of a view. I feel good, you look great. I like you, I can't wait. Our first time, our first date. You're so fine. 不会画，太难了。我再教你一遍，你看一下啊。第一笔先画个这个，好，这个就是这一块，就是那个尾巴这一块，然后我们勾回来，包一圈，对，然后再重叠过去，哎，对，画回来，哎，差不多，然后再勾上来，第二个圈，然后哎，这有一个嘴啊，是不是？我们看。你自己看看你这画的有多难看，而且你这根本不是一笔，你怎么跟他嘴儿是这样的呢？哎，但是啊，我们的课堂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一个教学，我们要翻译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个画和现在的画的一个区别，这样我们就拿达到一个教学的目的。哦，好厉害呀，看见没有，至少能看出来这是什么鸟。鸟啊，这个呢，这是没有成型的鸟，对吧？行，是不是学会了？学会了。好，恭喜梦姐学会了。啊，谢谢谢谢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就是进行第二个，也是一个一笔画，一个简简单单的。玫瑰花你会画吗？玫瑰花。这是向日葵吧？哦，对。就是呢，我们现在我给你画一个玫瑰花，看一下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是玫瑰花，是玫瑰花。可以吧？可以可以。想学吗？想学吗？不想。我可不可以不学呀？不可以，接受学徒。你就照着这个画，凭感觉。怎么凭感觉画？
没事，我教你一下啊。看着啊，其实是很简单的。看着我们第一步，这是第一笔，是一样的吗？一样的。嗯，差不多好。然后呢，我们借着这个第一笔啊，弯过来到这，然后我们借着这个，哎，对，然后就在这一步的时候画一个漩涡，哎，然后从这个漩涡里面连，左一片叶子，右一片叶子，然后拉下来，打个墩儿。可以吧？可以、啊。好，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就到此结束了。王先生是第一次来我们的美容馆吧？给您介绍一下。我是您的护理师小梦。我是护理师助理小辣。那我们接下来要为你撕开您的猫脸面具了。你好。哇，真是没想到面具下面的容颜如此俊美。你这也出太多汗了。我害怕。你怎么说人话了？我把我的皮都摘了，我能说人话了呀。哇，王先生真的没带妆，纯素颜呢。整呢？整呢。嗨。嗨。嘿。哎，如果你换成就是你不是给他卸妆，你给他化妆吗？好想看。这次卸妆已经堵上了我和王先生所有的交情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这个收费吗？不收费，今天为您免单。哦，今天免单，哇，那太好了。哎呦我羡慕了啊！这顶级护肤体验，你平时上哪享受去？咱说呀。那可咋的？那可不是，我是。你早上洗脸了吗？啊，早上洗了。啊，你还挺干净。哎呦，我们真的是，我这胡子拉手吗？拉，尽量不洗那地方。哎，你戴个胶皮手套给他整都应该。戴胶皮手，不是有胡子吗？梦姐、小辣，你们工作的好认真啊！我来帮你们画一个工作照吧。好呀，你好厉害呀！这是我们推出的一个至尊服务之一。然后这幅画我们会送给你，王先生。对。哎呀，王先生，你现在敷上面膜了，然后我们可以为你提供一些就是其他的服务，附加项目，比如说按摩啦，唱歌啦，对，我们还可以左右声道，那就唱歌吧。你现在是什么心情？我们得唱符合你心境，为你搭配歌曲。我现在心情很忐忑。那咱们就来一首忐忑吧。可以。要不我先来。哎呦！妈呀，干啥呢？在这儿啊？我们给他，我们那个叶太呢？叶太营业了。这谁？军哥，军哥，军哥好像埃及法老。你会唱虫儿飞吗？虫儿飞，虫儿飞，我就会唱这两句。在思念啊，虫儿飞，你在思念谁？虫儿飞，虫儿飞。你俩好像在那诅咒他。哇，好惊悚。你的面膜都开了，面膜都被移了，面膜。真的，等他们唱的时候，确实挺夸张的，有种在你耳边招魂的感觉，而且是永远叫不醒的那一种，因为听到了以后，你觉得要不就赶紧逃走，要不就不要再起来了那种感觉。他是做错了什么要遭受如此劫难？没有，这是我们的液态。因为我们现在液态全身升级，我跟你讲啊，王先生，我们第一位顾客是一个叫徐先生的。这徐先生刚才溜达了一圈就走了。是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过也罢。你这个有点像《天龙八部》的那个。我知道你说那个毁容忘了带了个那个。这不是。哦，在营业呢、啊、不好意思，徐先生，我们这是包间，不要随便进来。进来要敲门哦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这里有个墙。啊，你好，请进。你先看一下《天龙八部》的。是我那片是我演的，刚才不是问我演过什么片儿？王先生、啊，您和徐先生认识呀？哦，太巧了，第一位顾客，最后一位顾客。哎呀，你这个太巧了，我就是过来维权的。你咋了？发生什么问题了？哎呀，徐先生。您今天没贴假发片吧？哎呀，你看看他那个嘴脸啊！哎，真有发际线粉这个事儿啊？当然了。不是，怎么不接受服务也伤害呀、啊？他这个，甚至连顾客都加倍伤害，一次顾客终生伤害。加入你们的 VIP 伤害会员了，逢年过节就发短信伤害。我建议你们，如果下一季还整这个的话啊，双向收费。怎么说的？就是观众也收点费，当个戏看。哦，就从他们也要钱。对，完这也收，你干一把，你全收。干成舞台剧了，我来呢。哎，这应该能有十五分钟了吧？有了，有了，来。毛发比较旺盛，皮糙，比如肉厚。我看这毛孔还小呢。啊，没有毛孔，人家。哎呀妈！你在考古呢？我仔细观察，拿放大镜看。我没见过毛孔这么细的皮肤。你整个刷子呗。也有点，别细看。咋的？研究文物呢？研究呢。哎，咱们四个就是那个师傅，你醒了。那个你醒了，你醒了。三二一。你醒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给你们照一下啊，稍等啊。你得录像吧？对，我得录像。你们稍微来个，就投入画。行，来好不好？就再退出去点。预备，来。你醒了是吗？嗯。开始。你醒了，你醒了。这得多丑啊！咱们这个，完了，你看有多丑。哇，王哥的脸太香了，现在。你醒了。谢谢，干好了是吧？好了。啊！是这样的，王先生，您此次就是已经完成了护肤哦，好，他也不都在这躺着，好舒服，你就躺着吧，我收一下这个。哦，谢谢，皮肤真的还不错，是还可以的，嗯。